What's up? I'll tell you what's up. Now, the starting lineup for your Chicago. 13 assists and 17 field goals. Curry open three. Gets it. There it is. Now, the ball game. Randy Scott runs through the Arizona secondary for a 49er touchdown. Welcome.To the Los Angeles. 天下波经，赌波精彩，广播更精。阿叔都赞好，我系李婷，有阿叔喺度。金牌 EB 五投资项目，万豪国际万怡酒店，助你轻松攞绿卡。万豪国际集团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酒店品牌，万怡是万豪品牌当中最大最成功的品牌，目前全球超过1100个据点。梦使万怡是全新环保客制升级版，更上一层，投资安全有保障。万豪国际万怡酒店属于区域中心 EB 五投资案，这个意味着500,000投资本金终于获取永久绿卡之后返还。担保品是土地、酒店建筑许可执照、设计施工执照以及同万豪万怡酒店20年连锁的经营权合约等等。酒店完工之后，市值将会达到1.2亿元。万豪国际万怡酒店项目位于555 North Atlantic Boulevard, Monterey Park, California。酒店包含288家客房、400个停车位、地上六层、地下两层，并设有餐厅、酒吧、会议中心、健身房、贵宾室、室外泳池等等。本项目在2017年3月动工，目前完成80%，预定在2019年夏季完工开幕。EB5项目的优劣取决于项目是否在于黄金地段，建成之后是否有足够利润，这个就是后期绿卡100%成功的保障。详情请电 ARC 海泉大西洋区域中心626-281-1168或者323-369-1871。徐小姐 ，email etarc1871@gmail.com。Golden State fans, hello. Golden State fans, hello. Hello, say hi. Okay. 我影埋个 cover 先。大家好啊，歡迎嚟到天下波經，大家好耐冇見啦，又嚟呢個 Staples Center 季後賽嘅現場版，有我 Cyrus， 有 Solomon， 有啊 Vincent， 今日我哋好搭友啊，今日我哋睇咩波啊？梗係啦 ，Clippers 對 Golden State Warriors， 係 Keeper 對 Golden State 金州勇士 Game Three 啊，係嘛？三場，咁啊，我哋主場啦。喂，話時話，今日我嚟之前咧，撲街啊，好驚著錯衫啊！因為屌你老尾，我嚟真係睇 Clicker 㗎嘛，未睇啊，好少睇 Keeper 㗎嘛，我依家著咗黃色衫咁啊，咁我大鑊啊，係咪先？咁啊講翻呢場波啦，大家點睇呢？我覺得咧，今日咧就係特別好睇嘅，因為咧，我記得星期一咧，我做節目嘅時間咧，我都係話咧，其實今年嘅季後賽咧，只有兩隊嘅入隊，一隊咧就係 Clippers， 一隊就係 Detroit Pistons， 其他咧就基本上都有得打嘅，咁所以就兩強兩弱。咁但係竟然咧，我喺星期一嘅時間咧，做到一半咧，大概咧中段嘅時間咧，我嘅同事話俾我聽，其實阿楊 Sir 咧係有呢、這個世界有奇蹟嘅，突然間話俾我聽咧，我原本輸咗31分，咁我已經冇睇做節目啦。去到11點鐘嘅時間，話俾我聽咧，你信唔信 Clippers 贏咗？我係成個跳啊跳起啦！原來真係 Clippers 咧係追咗31分，佢贏埋一場比賽。我成日撲街，我第西根黑我瞓咗覺喎，點知朝頭早起身？走波啊你！走波，你講下場波啊！你會你睇曬喎。嗱，嗰場波咧由頭睇到落尾嘅，我係咁耐未試咁開心啊！即係終於可以懟冧高登四啊！即係我
季初都話，今年希望入到 playoff 啦嚇，入到 playoff 不特止，仲要贏埋高登星，高登星主場 comeback 31分，舉爆高登星，係可以創咗個紀錄啊！真係 NBA 未試過可以輸緊31分就 comeback 要贏嘅 NBA。對方的主場 NBA 最後季後賽最大的 comeback 就是 Lakers 不是就是 Cooper 就是這場剛剛 Game 2第二 Lakers 第二 Lakers OK OK 其實雖然我是 Lakers fans 但是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大家都有共同的敵人嘛共同這個共同的敵人不只是Lakers 或者 Cooper fans 嘛全 NBA 都不是很想這個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啊全 NBA 都唔係好想，除咗 Golden State 嘅 fans 都唔係好想 Golden State 再贏啊嘛。雖然我哋今日睇呢場波，一定係好撚多 Golden State fans 係咪啊？大家唔使睇啊，有好多著到佢啲衫啊，波衫喺度。係啊，同埋呢度始終都係加州啊嘛，大佬好多本身加州嘅 fans， 即係 LA 嘅 fans 中意睇 Golden State， 或者有啲喺金州 San Francisco 或者北加州上面落嚟又捧佢場啊嘛。其實初呢，我諗住嚟睇表演賽嘅啫，我諗住其實係冇得打嘅。但今天就真的不是沒得打了因為你現在揸住一比一在我們的主場呢我覺得今天可能會有奇蹟出現的所以我跟我 Vincent 說就一定要買 Game 3 Game 4如果你 Game 3輸了就不用抵了 3-0 Game 3是最重要的他是背水一戰的是啊背水一戰的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說他贏了 Game 2了嘛其實我最想說就是說呢Game 3和 Game 4 Keep 只要贏一場整個局會轉變是吧是是起碼買多場飛先我 Game 6買賺錢先說今晚賠率今晚賠率都是加9的是即是說它是受讓9分主場即是看破得一線的是啊其實都有少少不開心不過正路啦是不是這個正路啊正路啦今年不是找買少少啦賺下錢希望啊花花是啦咁但係好難講啊上一場第四個 quarter 打到逆轉今場即係 keeper 一定要 keep 住成場波呢係就算高登斯領先嘅話你一定要可以即係唔好俾佢波啊你俾佢波啊過啦其實冇關係嘅上場波都金得喎但係上場波但今場呢個高登斯呢一定會狂嚼你㗎啦一定狂嚼你㗎啦同埋嗰啲三分咁勁㗎嘛但我就咁睇，我其實打起咗 Clippers 嘅士氣啊，所以今次佢唔會怕你嘅，就喺主場裏面咧，可能即係打高半線嘅。我覺得本死無大害，因為咧佢今場球迷嚇喺度上場贏波咧，已經係贏咗噶啦。全 NBA 所有 fans 所有人都係諗住係4-0俾人波，冇錯，贏嗰程已經係贏噶啦。係啊，即係希望今日可以再直接再嚟贏多場。希望佢生性啲啦，咁其實但係你睇翻 Golden State 啱啱最近The Market Cousin 就 out for the season 啦，係嘛？季後賽出唔到啦，係嘛？但係其實冇佢都冇所謂啦，佢成個 season 都冇咩，都出到好少場㗎。Cousin 嚟，我覺得係負累咗 Golden State 我覺得。喂，你有冇覺得？有覺得，因為就係咁壞咗佢發球作用。就係因為常規賽之前咧，佢特登簽翻 Andrew Bogut 翻嚟咧，就係一個 insurance policy。佢都一個中鋒有老將嘅中鋒翻嚟，因為佢始終都驚，如果個 Kevin Looney 上咧唔夠嗰個級數唔夠，或者就最近 Kevin Looney 都打幾好啊，係咪先？係嘛？咁所以變咗就算而家你冇咗呢個 DeMar Cousin 都 OK 嘅，都唔係始終唔係威。同埋 DeMar Cousin 睇佢，就算佢上幾場打，我跳唔到啦，已經係嘛？防守都有 liability 啦，係嘛？咁跟住大家仲有。Golden State 那邊呢還有還有Keeper 那邊大家還有什麼有什麼想說呢我想說就是我因為我看重溫的我覺得就是 Lou Williams 是很關鍵的是即其實在上一場呢看到他是任何一個角度全部都是可以入到分的、他又可以鏟籃又可以射三分他即是所有東西都是很重要的關鍵上場好像是19還是40好像上次是不是入了37分了36分加9還是18才算不算了那Lou Williams 的常規賽打得很好關鍵是他其實講一講今年那應該是 All Star 是所以今年這個Six Man of the Year 都應該是他了走雞了還有你看到你就算 Game 1和 Game 2呢Golden State 的中路的籃底那邊呢其實是 Keep 玩完的所以呢你個 Montrezl Harrell 呢係食住你Golden State 嗰個籃底同埋中鋒嗰度嘅。
係啦，咁大家話而家我哋差唔多入場啦。喂，頭先我哋阿 Vincent， 你睇琴日佢幾間會派 T 恤係嘛？係啊，已經我哋望到呢個窿望到已經係。每個凳都有一件 T 恤給我哋攞啊！本身我冇 keep 把 T 恤嘅，我就諗住著翻紅色先啦，係咪先，大佬？咁我著翻自己有先啦，扮曬係咪啊，大佬？係嘛？咁啊睇翻今場，咁但如果你個今場贏到或者 Game Four 贏到成個 series 嘅話，完全唔同嘅咯喎，變咗你話咧？預測下呢個 series， 大家覺得個賽果係會幾多咧？最後。你講先啦，四一係咪？我會覺得係，而家一定係四一，而家佢贏一場啦嘛，已經一定四一最算啦。你講，我覺得四二。OK， 我都係四二。我講調翻轉 ，Game Seven Super 贏。四三啊！我都希望係啊！我哋有機會再睇第二輪啊！大家睇住啦！哇！如果真係，我都想啊！屌你老味！你呢啲咁嘅口吻咧，係賭波呢個賭仔啲賭乜嚟啊？唔係，因為咧，因為你買 underdog 嘅話咧，贏得多錢啊嘛！梗係咁賭錢㗎啦！但係今場即係掛時話，我哋今場買啲飛咧，我覺得咧係。佢 Game Two 未贏之前咧，同埋 Game Two 贏咗之後咧，嗰啲飛嘅價錢係完全唔同啊！不如講嚟聽下，之前係幾多錢㗎？之前係貴少少嘅，蚊頭到㗎咋。之前係好多喺網上，其實你根本你想完正途嘅途徑買係冇可能冇㗎啦。就算你話 keep 翻贏定輸都係冇㗎啦。咁我就佢有另一個方法，就係話本身買有仲用正常途徑買嗰飛嘅 fans 咧可以。resell 所以當時應該都係好多飛可以買嘅。當時好多飛嘅，但係我因為大家都唔睇好噶嘛。我一見到我都係遲咗一日買噶，我第二日買咧就即刻 call 你哋啊！喂，要買飛啊，大佬！雖然係價錢貴少少。我啱醒咗，你打俾我記得。係啊，但係我哋買呢個價錢咧，其實覺得嚟講咧都平咗嘅。其實唔算貴 ，overall 唔算貴，係嘛？我哋係買200零蚊啦。我哋買嘅時間係未打嘅，買第二場，唔係贏咗波㗎啦，贏咗波㗎啦。如果唔係，可能仲平。但係大家要知道一樣嘢，如果你要睇湖人嘅常規賽 ，Staple Center 睇嘅話咧，你睇好啲嘅球隊嘅話咧，都要百幾蚊。不，上年我睇，唔係上年睇我睇中價位啦。上年我睇湖人對呢個 Sacramento Kings。都要200-300-400蚊到。哇！你依家仲跌啦，睇下。呢度點啊？依家一張飛要270蚊啊！一張要270蚊啊！係咪同一個座位先？係啊，215啊嘛。係咯，215係。280依家賣緊。而家可能仲有人買嘅 last moment 啊！仲有人買啊！同埋佢就算 first corner 開咗波，你都可以入嚟噶嘛。冇錯。係啊，你半場之前入嚟都冇得位㗎，唔理你㗎。啲人嗰場如果贏咗之後啊。下場仲犀利啊！但係 Winston 想問你咧，如果個場波開咗之後咧，會唔會跌翻啲價咧？嗰啲飛通常都會噶，但係有啲人係最大問題就係有啲人唔理噶嘛。即係通常開咗波之後咧，一係就你見到波飛價錢好平同埋好貴，係有啲人咧唔自在，有200蚊一張咪照買咯。係有啲人就唉，我即係好似你賭錢咁樣，唉，撲街啦，賣唔到啦，咁後屘咪唉，平夾平夾住買咯。係攞翻個本先。咁你有冇賺噶？但係今場咧，你嗰個 pay off 氣，嗰個季後賽氣氛一定係好濃啦。我覺得就算坐山頂咧，都係好正嘅。冇問題嘅，但係我哋有要求，要好啲。唔係因為1:1同係0:2輸緊係唔同嘅嗰個。我 Staple Center 就睇過一次山頂，一次兩次啦。咁其實今次喂都係我一次第一次睇季後賽，你係咪啊？我都係第一次。阿 Vincent 係咪第一次睇季後賽啊？好多次啦，睇咗。好多次 ，OK， 係。即係你嗰時 keeper 仲有 Chris Paul 嗰時啦，係嘛 ？Chris Paul 最經典就係 Game 7贏咗成鐘。係成鐘秒，係。啱啊佢。臨尾嗰秒咁樣上籃。哇！嗰時我同我 friend 都話：哇！我贏車啊嘛，等我發黃小第二彎即刻笑。第二彎輸俾OKC 啊嘛。唔係啊，第二彎係3-1贏咗俾 Houston 冚家懟冧啊！我係咩？係嗰個，因為 keeper 季後賽有太多。好嗨嘅 series 啊，所以有時我混亂咗啊！你係嗰個係對呢個 Houston 啊，3-1俾人哋追翻4-3贏，冚家完3場。係。我哋真係嗨過羅馬雞啊！係，屌你啲山閉嚟嗰啲係。係啦，咁啊，我哋時間差唔多啦，我哋可能要入去啦。最後喂，今場波你覺得嗰個
分數會係點咧？邊個贏邊個輸咧？我講先啦，我係 Keeper 嘅 fans， 我今場咧係 Keeper 贏嘅，贏可能贏三四分咁咯。我係 close gaming 嘅，我覺得開頭咧 Keeper 係會輸嘅，可能又係咁啦。第一個 quarter 輸十分啦，第二個 quarter 可能又輸五分啦，然之後第三個 quarter 咧就會平手，第四個 quarter 咧就會贏三四分咁樣。有誰呢？我覺得一兩分上落應該不排除有可能去打 OT， 即是有會揸事，但我覺得最後 Keeper 是會贏的，憑住他們的士氣呢就會打打低你。屌你，咁我真係劇情發展應該是 Keeper 會贏，但係我反擊我啦，一定係 Coach， 咁我係一分兩分嘅啫。咁我真係一定要講 Keeper 贏啦，係嘛？咁我都唔使講我贏咗幾多分啦 ，Keeper 都贏嘅。咁而家睇我哋後面 background 咧好嘈啦，我哋而家翻去揾位啦，攞翻件 T 恤啦 ，OK， 一間咧我入到去再影一啲嘢，咁啊夾埋一個 video 大家可以睇啊嘛，係嘛？好，好，咁啊喺度再最後就講啦 ，Keeper 必勝，好 ，Keeper 加油啊！不話時話，我叫你講一樣嘢就係，我想睇 Patrick Beverly， 我想睇 Patrick Beverly 同 KD 打交喎，隻抽啊，係啊，睇下點啊，好，今日兩個 double T 走。